the sunroof. First of all, let me go grab my dress. Okay. Oh, okay. My jewelry box, and I decided to bring some needle and thread in case mine or someone else's dress breaks. Let's do some practicing walking in heels. My feet is literally starting to hurt. Now that I have everything packed, I'm gonna go shower and hopefully I can go to sleep early today. I'll see you guys tomorrow morning. I think I'm gonna start filming when I have breakfast in the car tomorrow. So, see ya then!我们等一下去这边，我们的宿舍是新的，对，旧宿舍在那边，好，走吧。 Hello， yeah， 这是餐厅，我们等一下应该不会去。我们现在要给你们看一下宿舍，可是我现在好丑。你现在开始录了吗？开始录了，它有亮灯。 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看宿舍，我今天住四楼，我之前住三楼，然后走进走出来大概长这样，这样子，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寝室，然后呢，可以介绍一下，哦，这边有电梯，电梯我们不太能坐，但还是有，嗯，然后有内务，对，然后过来是更多的寝室，底部是什么嘞？ 是澡间，对，一堆人的脸。这是什么？这是放脸盆跟毛巾的。对，是饮水机。然后我觉得澡间不要拍，好像人太多。Hello。Hello。 好，这是厕所。好，大概就长这样。我等一下要去洗澡，你排了吗？还没。好。咦，没人呢。这是我的床。对，很乱，对吧？对。 我也觉得很乱，那边是楼梯，这边是他的床，你要不要介绍你的床？也很乱。会入境哦。好。<笑>我想一下，你们都排了吗？早间啊，没事，我们有时间嘛，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的时间。对，给你看我鞋子。哎，我昨天后来决定要穿另一双。哦，好硬哦。它是粗跟的，就比较安全一点点。A while later. 我现在很丑。你可以遮脸进来。没有，帮你遮，帮你遮。Hi. Use your dolls to say hi. Hi, I'm Bella. 他可以用，你看，用。完全不好笑。你可以等一会儿。Staring out the window. Reaching for a North Star, waiting just to wake up from this nightmare where you could be right back in my arms, dancing to the limbo. 我刚涂完非常不明显的口红，然后我现在去找我的朋友。我来找你画眼线，因为我没画什么。哎，你有要吃饭吗？当然是没有啊。好。 哎，忘记我上次怎么帮你画的，你可以研究一下。拜拜。要停，要停！你看我的眼线。我也要看。那你看。让你看。
你转过来。来。哇哦！哎、欸，红外镜会不会帮我画眉毛？哎、欸，你们还有其他的镜子吗？在里面还有。哇，我不会拍你脸，没关系。哇，这真的是少女的世界。哎、欸，我觉得你鞋子超好看，很衬你的腿。哇，看看这名模腿，天哪！脸可以拍吗？还是你还没化好妆？你就演就演，不用理他，不用理他。Hi, look at my eyeliner. 你怎么那么干净？啊，你给的啦！我要用，快点。Is it? Do you think? Like a little bit.我真的得拿着裙子走，天哪！That's how prom ended. It went by so fast, I didn't realize that 2 hours have passed. Anyways, here's what I did after prom. 好冷，好冷，你跟你跟，哦，谢谢。我好饿，好，拜拜。两个史上最快换回来的人。对，好，至少我的刘海还在原位。嗨，按摩我的脚，好痛，真的是红的。我现在前半段都是红的。
Hello. Hi. Hi. 林欣，我也要来。哈哈哈哈哈哈！干嘛？笑吗？哈哈现在大概11点，我们已经熄灯了。嗨，晨曦，我们已经熄灯了。然后，嗨，好，我要讲很尴尬的结束语。好，总而言之，今天大概这样。我要睡觉，因为我现在很累。我们一二三，晚安，好不好？一二三，晚安。好，拜拜。哈。